心大啊。是，嗯，就是什么事也不上心，你让他独立干点嘛，他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你们是不是这个结婚三十年来，算是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爆发战争？对啊，为一件事达不成统一的共识。对，是吧？现在从有了矛盾以后哈、啊，天天这么着给我找事儿啊，什么抽根烟也。他找您什么事儿啊？有一回我来阳台抽了根烟。嗯，一进屋人家把我给轰出来了，人家说你刷牙去洗澡去，弄得身上味儿呼呼的。我这个抽完烟需要刷牙？没有啊，现在需要了、现在需要了，明白找事儿吗？啊，是找事儿吗？他抽烟太多了，这么三十来年了。您现在是意识觉醒了，并不是为了挑他的毛病，是吧？对呀、女儿不在了，是不是都觉得空落落的？是，你过去不是也没带女儿吗？就是心里空的话，家里少一人。是那么回事吧。打算怎么办呀？我想让让一步呗，你陪着他不就得了吗？我陪他孩子了，人家小小朋友需要您照顾吗？啊，需要。您确定是您喜欢孩子还是人家需要您？那边也需要，他们经常打电话啊、经常打电话求援啊。啊，那你就去呗。你去他不去，他不去你让他成长成长呗，你让他也吃点苦呗。要成长你光给你添乱了，不放心是吧？对，咋整啊？你得画个道出来啊。这根本就不是他说这样、他原来他嘴边这话就说是你别管了我来吧，我说干什么，他说你别管了我来吧。你像有一次他做饭、我说我给你帮忙吧，你别管了，我说我看你天天这么辛苦，我说干帮你不干不了，最起码包颗葱包个蒜总可以吧。嗯，我就给他包了根葱，包了根葱，那个葱头那可能就不太好掰，我一掰给掰的多了，他说我你浪费多少呀，你净给我添乱，你走吧，躲远点吧，哪哈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吧。所以不是您不愿意干，是他看不上您干。对，所以三十多年来您也就不再干了。对，吵过架吗？很少吧，就说是很少，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我看您爱人也是一个不善于言辞或者不善于表达的人，是吧？平常家里话多吗？不多，不多，对，就是默默的干活。对，您能理解他要到闺女家那种心情吗？能理解吧，可是我还是愿意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到那边之后，其实他对您的照顾是不是就松懈下来了？肯定是。那您能理解您爱人不愿意去女儿家吗？怎么说啊，他这儿也需要照顾，那边也需要照顾，所以呢就是凑到一起一块照顾还行、你要是说这光照顾他了，我外孙子那儿怎么办？哎呀，人家真的那么需要您吗？是他自己喜欢孩子，他愿意去的。对呀、我特别喜欢孩子。你这不就有个孩子接着养不就完了吗？养了三十年了，是不是？怎么这大了不想养了？为这个，哎呀，成天老劲儿找事儿啊！行了，那你们看看怎么办吧。幸福了三十年了，接下去怎么更幸福呢？我们一起进入不比特问卷。我先问一下大哥哈，您喜欢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吗？谁都不愿意，对，谁也不喜欢。对，我现在告诉大姐，因为刚刚大姐说了，她喜欢干这个呀，她不是喜欢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她是喜欢你。大姐一走出来，我以为台北上写错了吧，五十，这哪有五十啊？一看就四十出头的这个年纪，为什么？因为被老公宠的呀，每天都过得很幸福呀，所以就看起来年轻啊。如果电视前的男性同志想自己媳妇儿看着年轻，就像霍大哥这样惯着媳妇儿，你看大姐又年轻又漂亮，但是咱不能光那种年轻的心态，虽然家里不干活，但是要多体谅。我觉得大哥您今儿跑到我们这儿来征求老师们的意见，他怎么会现在这样，怎么就不跟我去女儿家，就是被您惯的，就是他自己要去经历挫折，经历困苦，然后才会走向沧桑。大姐的这种思维依然停留在二三十岁的女性状态上，您把她呵护得太好了，所以她不成长。我高兴我就工作两天，不高兴我
是你们这件事情你说要解决很容易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抽象一下它本质是什么，就是他本来在你这个幼儿园工作，幼儿园老师嘛，现在呢十几公里之外有一个女儿家的幼儿园，他要去那边工作，两个幼儿园因为距离差了十几公里，所以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那怎么办呢？他就希望把两个幼儿园合并成一个幼儿园。所以怎么解决呢？很简单，搬个家嘛，在女儿家附近找一个房子啊，买也好租也好换也好，不就合并了吗？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姑娘会觉得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很幸福的事情，还有很多姑娘说你把我照顾的我生活不能自理是很幸福的事情，但这种幸福观是错的。疼一个人不是把他疼成没有自理能力，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幸福观传达给更多的女性的话，未来自主性呢，如果有一天离婚了呢，如果有一天这个男人不在身边了呢，我相信你们的感受是幸福，但我不认为这种生活叫幸福。我觉得大姐你应该学一些生活自理能力，不是为了什么大哥，也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自己。这种生活自理能力对于你将来真正的步入人生的最后那一段时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